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哎呀，太热情了，观众非常的热情，那是了，我心情也非常的激动。对，但是呢，上台啊，我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让大伙认识一下。我叫张玉，哎，是来自上海的一名相声演员。对，哎呀，名不见经传，嗨，我不值一提呀，谦虚了。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我的搭档，我也不值一提，那就不提了。我们呢，继续给大，干嘛？你怎么那么实在？说不提就不提。你说的不提啊？不提，客气客气，得说一下。今天元宵那么正大的活动，得提一下啊！是啊，认识一下我的搭档霍星辰霍老师。是我。哎呦，谢谢各位。95后的一位演员。哎，我这人岁数不大。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霍老师是我们新上海人。可以这么说。为什么新上海人呢？我们上海讲究人才引进。对。以后呢，就在上海工作生活了。长期的发展。看得出来，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城市。那是必须的呀。哎，去年我们上海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，文体活动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你可难不住我。什么呀 ？City Walk。哎呀，对不对 ？City Walk。对了，哎，用我们上海话说呢，就是挡木路。对，挡马路。嗯，挡马路英文就叫 City Walk。不错。那请你去 City Walk， 英文叫什么？知道吗？这我不知道。这不知道。应该怎么说呢？那么简单不知道？你说一说。挡马路的英文叫 City Walk。那请你挡马路。请你挡马路叫 Sit Down Please。千到万国人你就说，哎，走了，阿拉去 sit down please 了，走走走走。我不敢说。干嘛？我怕外国人一屁股坐我身上。那坐你身上啊？ sit down please 那让人坐下的意思。开个小玩笑。咱别开这个玩笑。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 joke， 知道吗？您这英语就不要再秀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呢，我也平时也喜欢 city walk。哎，好事儿啊。哎，其实呢，有很多种路线可以选择。嗯，由远到近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。您说几个？也了解一下我们上海啊。好好好。你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徐家汇哎走到武康大楼。哎，这个蛮近的。而且你可以从思南公馆走到马勒别墅。哎，这就稍微远一点。你也可以从田子坊走到黄河路。哦，那就更远了。哎，这些地名大家都熟悉啊。是。或者也可以跟我一样。您。哎，有一次我从上海的外滩走到杭州西湖。哎呦，我跟你说累得要命啊。这都跨省了吧。这算吗？没有，我当中坐的是高铁呀，无所谓。那叫 City Walk， 我要走到火车站不来。那管什么用啊？哎，就是说呢，大家熟悉一下我们上海的一些地标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很有帮助。你看我平时这个文娱活动啊，我的爱好很多，很广泛。但其实呢，我呀最喜欢的爱好呢，还是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看书啊，学习这个文化。你看我们今天来了，也应该有很多的学生朋友。那当然了，应该也有不少的读书人，因为我喜欢看这些文学经典呐、文学名著啊。哎，没事呢，我自己也写写文章。哎，对，吟诗作对。哟呵，那么厉害呢，有文化。哎呀，文化其实也谈不上多高。哟，可以算是一个文人骚客。您是文人骚客。文人骚客，这么高的水平。我平时跟他说话呢，我一般说大白话。哦，我说文词儿他不一定听得懂。哎，你试一试。我们文人说话，哎，文绉绉的啊，说话呢很有水平。对，你就不能叫你了。那应该叫尔等。瞧这模样，尔等。尔等，嗯，不知晓也。啊，这就跟我拽上了。尔等，嗯，不明博。啊，还上口明博。尔等，嗯，懂做文灵的。喂，这是文人该说的词儿吗？我说前两个你不都蒙圈了吗？我都听得明白，谁蒙了？行行行，这样，你文化水平高啊。对，敢不敢让我同着咱们在座的各位测试测试你？啊，测测你这个古代文学的结晶。什么？成语。哦，成语。对了，成语不就四个字四个字成语吗？小学生都会。你测试我这个？就是这个。你自己成语行吗？你成语太行了，满上海打听吧。怎么？我有个外号。什么呀？成语小王子。哎呦呦呦呦！那我们拉拉手啊。您也是成语小王子。我成语皇阿玛。这样，咱们玩一回成语接龙。自头咬自尾，顶针续麻，到最后必须接回到这个成语上。哦，
你说这么一个成语，嗯，我从最后一个字字头咬字尾顶针续门一直往下接，最后还得接回到这个成语上。没错。什么意思？合着我半天白说了。太复杂了好吗？这有什么复杂的？你给简单一点，你举个例子。我直接举个例子。你说吧。行，嗯，就是好日子。怎么样？元宵佳节。是啊。我祝咱们电视机前在座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恭喜发财。哦。你从这财字往下接，一直接回到恭喜发财。没问题，来吧。但是我们可以音同字不同啊，那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行，给观众送祝福，来吧。恭喜发财，财，各位财源茂盛，盛，盛况空前，钱，前程似锦，锦，锦上添花，花，花好月圆，圆，圆圆满满，满，满心欢喜，喜，喜气洋洋，洋，扬兵跃马，马，马到成功，恭，恭喜发财，各位，文人骚客，我跟你说，文学水平高，哎呦呦呦，都是临场发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都没有准备过，行了行了，各位，他临时出了恭喜发财，我来说一下真实的情况，干嘛？刚刚在我们的后台，这位朋友塞给我200。上去说恭喜发财，说别的我就完蛋了。没有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有钱，我给你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临场发挥，哎，甭嘚瑟，一个说明不了问题。你要真有本事，随便一个字都绕到恭喜发财，这能行吗？行行，你随便说一个，我随便说啊，你可以什么？一，你出那么简单的字儿，哎，难得倒我吗？哎，你别看这个字简单啊、哦，一多简单，就一个字一呀、啊，别小瞧了啊。嗯，一这个字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最难。有吗？一能接出很多成语来呀、啊，看起来哪个都接得上来，其实哪个都接不上来，你就把自己绕糊涂了。哦，他给我下套了。哎，来吧，一，一举成功，恭，恭喜发财。文人骚客，难不倒我 ，No problem， unbelievable， excellent， 什么玩意儿？你也承认了？我不承认哦，这还接得挺快是吧？当然了，一就是马上绕的恭喜发财。听这个，二，二举成功，恭喜发财。三举成功，恭喜发财 ，perfect。我跑你这练举重来了，我一举二举三举的，你自己出的词我接上来了，行对不对？这样这字儿你再往下接、我不接四、不，我不出六，缺心眼儿啊，我疯了，我这样，我这字儿我不出了，你不出了你就承认我文学水平高，我不承认，好不好？我决定把这个出字的机会让给咱们在座的各位，嘿嘿，随便哪位朋友随便说一个字都绕到恭喜发财，怎么样？别你就说行不行？不行出去可丢人啊！这可是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，要丢人可就丢到全国去喽。好，今天我就在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证明一下自己，好吗？随便挑一位观众，我随便挑，好不好？我证明一下自己，得嘞。行，各位，咱们举举手，谁愿意出个字，咱难为难为他。哎，你离我最近那就你了，来，随便说个字。婀娜多姿的姿，姿对吧？对的。OK， 哎，过来，什么？姿，好，哎。滋滋水枪的滋，对不 对, 对是不是这个？对，但是这个不是成语。滋滋滋的一声，滋的一声，滋水枪，知不知道？滋水枪嘛，滋的一声，滋的一声，好家伙，这声，声势浩大，大，大红大紫，紫。紫气东来，来，来之能战，战，战之能胜，胜，胜利锣鼓，鼓，古往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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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啊，不要着急，哎，来，来者是客，客，客随主便，便，变化万千，千，千辛万苦，苦。苦尽甘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见面了，哦，绕回来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者不拒，拒，拒人千里，礼，礼尚往，哎哎，
来，不是一个滋把我给绕进去了，太有趣了。等会儿，快来快来来来来来，就等你来。到时候节目帮我剪短一点。你甭管了，这些都不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前面那个来都不要。哎，这精彩的都在这儿。不是，来来来吧，来。今天来者不善，善。善者不来，谁说的？善者不来、哎。我出个好主意，干嘛？找个滋水枪给自己滋。没有这事儿、啊，不行吗？干嘛？你绕不上来了。我谁绕不上来？你要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面前丢人了。不可能，啊、不给你这个机会。是这话。来来来，我绕不上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对不对？爽。我让你爽不了，知道吗？怎么这不可能，你来吧。好，你听着啊，来来是吧？来，各位来，嗯，来来往往，往，枉费心机，机，机关算尽，尽，尽职尽责，责，责无旁贷，贷，贷罪立功，功，恭喜。